我觉得很神奇耶，因为其实它算是出征之，很容易胖会显胖，可是却不会耶。重点是它这个出征之，我觉得很可爱耶，很像手工织出来的感觉。它是做有一点点这种宽宽的袖子，它就是这个最好看的。最近完全不挑身形啊 ，S 到 XL 的都可以穿的。穿起来完全不卡，它是超大落肩，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有手臂长的限制。它是暖的，而且它是舒服的，就是它穿起来是亲肤的。我跟你说，它的手袖是宽版的，所以这一件外套它是可以塞厚一点的衣服的。可以。这件外套是不是如果你有碎花洋装，好像也都可以拿出来搭哎、欸？你套上去就很好看、欸，可能是人的关系吧。我整色的粉，我就是一个草莓的，我要吃个粉色。这要浅灰色的。所以自己看浅灰也很好看，这款真的没有地雷线，这很显白耶，这也好好看。我会选粉跟杏，还有这个色，这个色也要，这个色也要，